的一款呢，即将在2010年发售的 PS3 的模拟真实驾驶的一款游戏哦。那它不是一般的赛车游戏哦，因为呢，在里面呢收录了高达900多种的车款，全部都是按照各家厂商的车型呢去做 3D 的立体模型哦，强调这个真实模拟驾驶，所以这每一个赛道的这个实景呢都是到现场去拍摄做编辑的、哦。那另外呢，玩家在开这个车的时候呢，宛如真的在开车一般。那我们在电玩展现场呢，也特地了搬进了2台真车呢，让玩家仿佛就是坐在车子里面，真的在开车一样，在体验这款游戏哦，带来真的超乎真实的游玩飨宴。